果成年人的噩梦是催婚，那小学生的恐惧绝对是补作业。即使返程的路上也还要埋头苦干呢。好在咱这车买对了，主打一个又大又舒服。广汽合创 V09 是大厂旗下的豪华品牌，拥有同级别最大的座舱空间，内部垂向空间达到1.3米，舱内前后空间2834毫米，第三排可完全收纳方平，给到你一个1.85米的纯平空间。一家人出行露营连帐篷都省了，后备箱容积达610升，不用放倒任何座椅都能容纳7个登机箱。啧啧，过年能塞多少年货呀？想想都美滋滋。车内所有座椅都是 Nap 真皮的，软乎乎的像大沙发，久坐腰也不疼。二排座椅支持14项电动调节，这小桌板一放，孩子随时就能写作业。而且车内4块屏幕能进行联动，即使在开车也可以和孩子进行互动。这一路也算是劳逸结合了。最重要的是它稳啊！这自研的悬架有9档软硬自主调节模式，坑坑洼洼的路走就完事了，没再怕了。我觉得啊，多口之家真的可以考虑广汽合创 V09， 开过你就会发现，舒服和实用才是真香。